Hello，我们今天呢、改用直流马达、跟这个电位机来做那个发电的一个波形的一个测试啊，好，我这边呢，用吹的，好，只要它转动了就是磁生电，那这个电压呢，可以引到这里头来。那之前用至高的一个模组很花钱。那其实只要用到，那个直流马达，那这个只要20-30块，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实验的一个部分。那如果说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吹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把叶片找大一点的一个叶片风扇的部分那有风的话呢，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。好，那介绍到这里。